大家好，我叫刘畅，是来自河南工程学院的。那你平时兴趣爱好是什么？我平常喜欢唱歌跳舞，然后还比较喜欢上网。那你上网会平时会看一些关于模特方面的知识吗？会的，因为自己学这个专业，而且很感兴趣，所以就会多关注一些。那你现在是在上学是吗？是大几呢？现在大一了。那你是学服装表演专业的吗？是的，我是学这个专业的。那你在上学之前有没有接触过模特行业，或者是你听到很多资讯吗？这个我以前是接触过，但是并没有太深入，所以自从我上了大学，然后深入这个专业之后，就会发现这个真的是提升自己自信，而且长知识的一个舞台。对。那你是即将要成为这个比基尼大赛的选手，那你觉得你自己对身材的方面，你哪一部分是你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呢？这个吗？我的小腿，我比较喜欢的小腿了。那你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吧。好啊。然后希望你能够在大赛当中获得好的成绩。好，谢谢。刘畅来自河南郑州，三围85、63、90，身高178，体重58公斤。黄河最美三门峡，举世闻名仰韶文化。